许慧珍、许慧琴、许慧香、许慧芳、李雅月、王元龙、王丹凤、蔡贝德、谢木香、赵雅石、李银清、刘文豪、刘文杰、苏彩霞、许慧琳、洪瑞满、李福顺、李福成、李彩珠、李培贤、韩元化、许丽琳、黄虎、思静、何家、林露、桂英、何家、赵吴芳桃、何家、赖天祥、何家、尤志强、何家、张太皇、何家、陈美玲、何家、陈丽云、何家、陈嘉欣、何家、陈美春、何家、郭振福、何家、王建元、何家、吴雅娥、周雅月、李伟文、蔡汉辉、刘长正、何家、蔡豪、何家、蔡婉珍、蔡丽文、刘秋月、何家、刘慧珊、何家、陈杰英、邱明发、郭启豪、邱希妹、邱建荣、邱建轩、曾伟豪、张淑芳、陈家业、苏锦章、陈美凤、黄世仁、卓宝英、苏冠章、纪秀英、苏志谦、傅慧金、
苏志贤、黄素芬、黄仲伟、邓玉仁、苏哲鹏、苏妙欣、苏敬祥、苏佑欣、黄雅文、方大发、苏雪梨、方逸凯、邱淑琴、方逸涵、张子慧、陈石、赵玉庆、赵国喜、赵进庆、赵逸逸、赵祖庆、唐韵、陈黎、赵天正、赵天禄、余英杰、张淑玲、余伯廷、余伯君、余家荣、长春市立恒商贸有限公司、西月丽、王超、中农绿谷素食营养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吉林省慈运文化传播公司以及净土梵音全体义工。寻修慈悲三昧禅法，自当地而卷入檀缘起。我诸比丘虔诚恳切，如法修持分都不过，三分多力供养十方三宝，称扬诸佛洪名，巧勤着力法路最高，千年而为众等愿从多劫起至今生，有二藏之所参，其二众之颠倒，一真诸王悲觉何成，三宝之前不生敬仰，而今根上小道怪味，此口一直坦诚，杀生灵而食胆，罪为千重，业遭万端，非家肯修于禅法，何能免离于天佑，六世皈依大觉，法如忏悔我愿如是，佛彼爱莲仰口供词，名虚假释迦牟尼佛，阿弥陀佛。
地藏。
是生善灭恶知识福音歌曲四种观心以为灭罪方便何等为此一者关于音乐二者关于国宝三者关我自身四者关如来身第一关于愿者知我知罪皆已无名不善思维无正观理不是其国愿地善有诸佛菩萨随诸魔道行邪先进入于吞沟不知其患如禅坐间自在自福如何福光自少自淡一世因缘不能自主第二关于国宝者所有诸恶不善之业三世轮转不过无求成溺无边巨业大海为诸烦恼罗刹所是未来尘世泯然无涯舍世报德转轮生亡往死天下悲心自在七宝居住命中之后不灭何居是供国宝三界基尊附近幻作牛鳞种种仿佛其余无福德者而复懈怠不禁忏悔一记毕罗八世尘缘求助因难第三关我自身虽有正觉临觉之心而为烦恼黑暗丛林之所伏笔无聊因地不能得心我今应当发起身心破裂无明颠倒众障断灭生死虚伪故意显化如来大明觉慧见地无上涅槃妙果第四观如来身无畏其照离思拒绝百非中的居住沾沾常住随佛方便如欲灭度慈悲究竟为增战胜生如是心可为灭罪知量尽处障之要心是故知成就爱忏悔天宽中等无始以来至于今日张扬烦恼如生日后日子日貌覆盖慧眼定无所见断诸众善不得相续其障不得见佛不闻正法不知生生烦恼其障不见过去未来一切善恶业尽处理烦恼长寿人天尊贵之烦恼长生色无色界暂定福乐之烦恼长不得自在神通非等因先遍知十方诸佛净土定法之烦恼长学安那波那苏悉不净因缘观等诸烦恼长学乱定忍第一法起方便等诸烦恼长学慈悲喜舍闻思修等诸烦恼长学恭平等中道皆三观一诸烦恼长学诸道品念诸真情根蒂如意诸种烦恼长学八正道实相之烦恼长学七觉知不是相烦恼长学八解脱九空定烦恼长学一识之三三昧烦恼长学三明六通十无碍烦恼长学六度四等烦恼长学十色法光华之烦恼长学大乘心十弘誓愿之烦恼长学十名十心之烦恼长学十回向十愿之烦恼长学住第二第三第四第冥界之烦恼长学五第六第七第诸之间烦恼
张学八弟九弟十弟双照之烦恼，张学佛过百万阿僧祇，诸行之烦恼如是行障无量无边。今日知道即根相是方佛，尊法身中忏悔忏，愿解消灭愿解此忏悔障，于诸行一切烦所生功德，愿在在处处自在受身不畏，其戒业心之所毁，如如一同于一念清遍至十方诸佛净土，则化众生于诸禅定深深境界，即诸之间通达无碍，心能普周一切诸法，要说无穷而不染浊的心自在，得法自在方便自在，尽此烦恼即无知解析，毕竟永断不复相续，无漏生道染冉冉如日，发愿以归命立诸佛。请起立。南无毗卢遮那佛。地藏菩萨。
庄严菩萨，南无大庄严菩萨，南无观自在菩萨，南无观自在菩萨。
不修身皆行为止也，春秋八万遭作罪也，心自流中而立矣，欲助众生无名善也，不敬不念无怜悯也，不拔不济无救苦也，心怀嫉妒无妒彼也，语言清净不定等也，贪欢无欲不厌离也，火饮一时愿令之中，生当一夜或一生年，方知情欲造作种子，或作有漏善为相善有障诸事业，如是等罪，无量无边今日法路，向十方佛尊法身中，皆悉忏悔愿而为众等，诚实忏悔无明等罪，诸不善业皆尽消灭，所生不善愿生生世世灭无逆罪，诸忏悔过如是尽众诸罪恶业，从今一去乃至道场，誓不更犯常起诸事，清净善法尽持履行，受护为一如度海者，爱惜不能留度此等，常调心受戒定为名，转得真理速成如来，三十二相八十种行，十心无悔大悲三念，常有妙智八字在我，皈依诸佛愿垂无念，天幻中等前一种相忏悔一切诸业，今当此地更复一一别相忏悔，若众若别若住若喜，若轻若重若说不说，品类相从缘皆消灭，别相缠者千缠身善，此缠口是其欲主张，此地轻伤身残业者，第一杀害如今所明，诸地各位于无杀无心障，虽复亲受之术，保命为此其事事宜，若寻此众生无事以来，我是我父母兄弟，六亲眷属一夜姻缘，轮回六道诸生如此，甘心以报不复相识，而今心还是但其肉，上次之身是不佛也，舍得于是当住其事，是之肉相何况是他，此欲肉也有言为利杀众生，以外望诸肉而居士而也，此多好教育不知杀害，第一是但罪甚何害，我众求月然我等无事以来，不欲善有皆为此也，是不尽言杀害之罪，能令众生堕于地狱，而会受苦落在畜生，得受无报灾难因妖等身，或受毒蛇伏蝎等身，常怀恶心我受长如兄弟等身，常怀恐怖若生人中，得恶中国报，一则多病二则短命，杀害是但即有如是无量种种诸恶果报，是故知成就爱忏悔而为众等，自从无始以来，至于今日有此心事，常怀忏度无此迷信，我因贪其杀因嗔因痴嫉意慢杀，我因而方便是杀愿杀嫉意周杀，我过绝无知焚烧三业天烈雨不，我因风犯我非因犯权，脑海一切如是等罪，今夕忏悔我已经将根波擦及公怒贪色废鸟走兽之力，
我以故往成了了如水行于别云陀下现波旁失去之处南水如中心长川无敌或许养居住牛羊全食而亚之树之功跑出或令他在杀死其爱生为金毛玉陀罗林加上会承受分离骨肉消除薄裂土格包烧之之粗度酸切横加无辜但是一时之口快得为生瓜不过三春舍根而燃起嘴巴扬泪涌起如是等罪今日之成皆悉忏悔有福无事以来至于今日我复心事想法将参教增量真相相更像杀害我自杀教杀问杀欢喜或喜团欢因为情如捧在他命心欲不忍或自暴怒会歌舞人或站或吃或对坐坑间或用水沉溺或塞血怀草或是水沾胆或离车马累里践踏一切众生如是等罪无量无边今日发怒皆悉忏悔有福无事以来至于今日或堕胎破乱毒药苦刀杀伤众生恳度决堤中至田园扬参诸间杀伤自身或大瘟疫难教掏下捏造时火烧出焚烧全黑后去广海一切火淡果实火用谷米火用彩炉横杀众生火燃巧心火炉灯烛烧出重雷火炬将出不现摇动火泄汤水消杀重敌如是乃至心诸作物思维一种常常杀生非空作地悉为众生凡夫是安不知不知今日八路皆悉忏悔有福无事以来至于今日我已变张家所行邪亚拉考略大智受教诸他居富隆喜愿觉水故如是种种诸恶方便苦恼众生今日之成相是谤佛尊法身中皆悉忏悔愿成是忏悔杀害等罪所生功德生生世世的金刚身寿命无穷永力远成无杀害相与诸众生得以自利若见为难集合之者不惜生方便就多然后为说微妙正法施诸众生独心见因皆蒙安乐闻名听声恐怖起处我请其三归南无
乐佛南无龙州上尊王佛南无龙州上尊王佛重构贫穷困苦人力殆尽皆大
既有如是故，是故今日之成就爱忏悔，而为众等自从无始以来，至于今日我到达财宝，行人将多过自分身，逼迫而居过之功为国家势力高昂大气，王亚梁山敦那坚果，靠智为去为此因缘，神力先王我人写之，令他在无情功一次，请示一功尊立立次，尊子立必格他子让，口欲心灵切莫主顾，偷渡观经是密功课，苍蝇是一如是等罪，皆悉忏悔有福无始以来，至于今日我是否发僧悟，不欲而去我今相悟，我只怕死无我供养常住僧悟，我逆照地僧悟，我道具无有，世事不还我自解我待人，我复还待漏亡我三宝物，混乱杂用我一种物，故密巧心掩饰将住，才入国时千波瞩目，怎才翻开香花有主，虽请注意我自用我与人，我在佛化我永生满物，因三宝财无私之理尽，如是等罪无量无边，今日忏悔皆悉忏悔，有福无始以来，至于今日我走周旋，朋友师生同学父母兄弟六亲眷属，恐诸同志百亿所需，更向期望我与乡邻比近，一粒多将金塔地在，改表一下略略自裁，宝战天元因公托寺，多人地点记忆尊业，如是等罪尽悉忏悔，有福无始以来，我共成佛以少尊怀扎，头埋两粒有他奴婢，佛父王亚无罪之人，十七星俱道人，雷劈如梭迦愿破三，骨肉分离增长一隅，生死隔绝如是等罪，无量无边尽悉忏悔，有福无始以来，至于今日我三不破火地点十一，清晨小都间隔尺寸，刀切分出七万回合，一处一毫一段完长，七窍百段七万毫里，如是等罪尽悉忏悔，有福无始以来，至于今日穿越墙壁，断道超绝地寒在西，父亲为要面起心去，火黑道灵鬼神去去，回身清楚是圣子无，佛家多不想去人财宝，乃是乃至一力求，而求多求无厌无助，如是等罪无量无边，不可说尽今日之道，向十方佛尊法身中，皆悉忏悔愿成是忏悔皆道等罪，所生功德生生殊死，若如一宝藏于其真三宝衣服百味甘醇，种种当药随意所需，因念即知一切众生无头多相，皆能少欲知足，不但不然常乐会时，清净即到彻头目脑髓，诸气脱地回向满足，檀波罗蜜而为众等，慈父忏悔贪爱之子，经中所言为不还在此于末生时何，末智能助众生为是无余因，从昔以来流转生死，一切众生理解生所起生故，如王舍城毗卢罗山所应目，如
如是海水深色主学佛过于此佛母兄弟六亲眷属命中故其所住母类如是海水是故所言有爱则生爱尽则灭故知生死贪爱为本所以经言淫欲之罪能令众生堕于地狱和鬼受苦若在畜生则受割却鸳鸯等身若在人中岂不增量得不随意眷属淫欲既有如此恶果是故今日之成就爱忏悔有分多时以来至于今日过头人悉切多他妇女亲定真切务必求你破他反省逼迫不到作心邪事言语超调或扶持他们无限生命或与乃至无众人所起不尽心如是等罪无量无今日之成皆悉忏悔愿真实忏悔淫欲等罪所生功德生生世世自然化身不由宝胎清净皎洁相好光流清开朗从黎明达了无恨爱犹如之故观彼流尘如幻如化于无于尽决定眼力乃至梦中不起邪想内外因缘永不能动忏悔发愿以归命立三法前一忏悔身三业尽尽当此地忏悔口四恶业尽众所言口业之罪能令众生堕于地狱恶鬼受苦若在畜生则受小六俱了明镜，则无不整合。若圣人中口气长重，有所言说人不守信，眷属不和，参好斗争，口业既有如此恶果，是故今日之珍贵以三宝皆悉忏悔而为重德。自从无始以来，至于今日以后口业，于此生六道遭重重罪，出言出幻法欲报。不问准备亲属贵贱少不如意变坏成怒骂你为如威胁毁了无所不知心必天恨终身不忘连接苦咒无有穷极有缘愿度天地可测归身便是邪神如用两三如是恶口所起罪业无量无边今日之成皆悉忏悔有福无始以来至于今日以往于夜作种种罪以种祈求命与力量你请便扎微信后言只有眼空只空眼有见眼不见不见眼见闻言不闻不闻言闻知言不知不知言知作言不作作作言作期望生生观或是人至于父子君臣亲戚朋友有所谈说未尝成事只是他人无家庭心万国百国先知自由国家要还美自成赞为的是禅师无色地安那波那斯六横观得许多幻之阿罗得彼之佛不退不散天来龙来神来鬼来玄风土鬼皆知我所前一我终究去恭敬此事供养如是妄意所起罪业无量无边今日之成皆悉忏悔有佛无始以来至于今日以其余业作种种罪言辞话迷含莫言理问我是非叫做歌曲形容要夜莫切隐台时中下至流动心事情但忘旧则不能自满
我自认是周王启公，以避税忠臣孝子之事，人人将作篇章。闻之其和后世疲难，虽以为然，定其报恨重缺，不说明白如是其余，说其罪业无量无边。今日之臣切其惭愧，有负无事以乃至于今日两相色也，作种种罪免于被毁，巧取百端相比说辞，相辞说必为之理己，不顾害他参见君臣，无悔良善使君臣猜忌，夫子不和夫妻生理，亲戚疏狂失自恩丧，朋友道绝之于交善而过，与梦时欢结怨连兵杀丧百姓，如是两舍说其罪也无量无边。今日之策向十方佛尊法身中八路求爱皆悉忏悔，愿真实忏悔够自然也，作身功德生生世世，具八音声得四辩才，常说和合利益之语，其声清雅一切要闻，三界庄生方出演出，左右演说音乐音根音必听者即得解悟，如幡如生开发慧眼，忏悔发愿以慧命立三宝，见义忏悔生三口四业，精进当成忏悔六根所作罪障，而为中等无始以来，至于今日火焰为色火，哀然喧哗红绿烛子，整万宝石过去男女长短黑白之下，姿态耀眼齐备法相，火儿谈好声宫上玄关，祭月歌唱过去男女隐身，语言啼笑之相齐备法相，火比界冥相尘叹龙蛇与金属和，齐备法相火舌叹好味，鲜美干杯众生血肉滋养四大更增古本，齐备法相火神要化其金秀真故一切喜，其真地夫妻被法相，火亦堕乱相，出相乖由此六根所造罪业无量无边。今日之臣向十方佛尊法身中皆悉忏悔，愿以忏悔言根功德，愿尽此言彻见十方诸佛菩萨，清净法身一律而相，愿以忏悔而根功德，愿令此而常闻十方诸佛先生说说正法，如教奉行，愿以忏悔彼根功德，愿令此彼常闻相继，如法回向舍利生死不尽愁悔，愿以忏悔舍根功德，愿令此常参法喜参阅之事，不贪众生血肉之味，愿以忏悔舍根功德，愿令此身譬如来意，着忍辱开我无为状，着法空作，愿以忏悔一根功德，愿此之意成就实力东大无名神观二地空定等地，从方便回入法流水，念念真名显法如来，大无生人法愿以慧命力常住三宝，离波离波地求和求和地陀罗地地尼和兰地地地地地摩诃揭谛真谛前谛萨婆诃，离波离波地清净地求和地陀罗地地尼和兰地毗尼尼地摩诃揭谛真谛前谛萨婆诃，离波离波地求和求和地陀罗地地尼和兰地毗尼尼地摩诃揭谛真谛前谛萨。Yeah.
菩萨摩诃萨。请常跪。拜三拜，许进才、王珠凤、许慧珍、许慧琴、许慧香、许慧芳、李雅月、王元龙、王丹凤、蔡贝德、谢木香、赵雅石、李银青、刘文豪、刘文杰、苏彩霞、许慧琳、洪瑞满、李福顺、李福成、李彩珠、李培贤、韩元化、许丽林、黄武、思静何家、林露、桂英何家、赵吴、方桃何家、赖天祥何家、尤自强何家、张太皇何家、陈美玲何家、陈碧云何家、陈嘉欣何家、陈美春何家、郭振福何家、王建元何家、吴雅娥、周雅月、李伟文、蔡汉辉、刘长正何家、蔡豪何家、蔡婉珍、蔡丽文、刘秋月何家、刘桂山何家、陈杰英、邱明发、郭启豪、邱希妹、邱建荣、邱建轩、曾伟豪、张淑芳、陈家业、苏锦章、陈美凤、黄世仁、卓宝英、苏冠章、季秀英、苏志谦、傅慧金、苏志贤、黄素芬、黄仲伟、邓乃仁、邓玉仁、苏哲鹏、苏妙欣、苏敬祥、苏佑欣、黄雅文、方大发、苏雪梨、方义凯、邱淑琴、方义涵、张子慧、陈石、赵玉庆、赵国喜、赵建庆、赵义义、赵祖庆、唐韵、陈黎、赵天正、赵天禄、余英杰、张淑玲、余伯廷、余伯君、余家荣、长春市立恒商贸有限公司、西月丽、王超、中农绿谷素食营养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吉林省慈运文化传播公司以及净土梵音全体义工。寻修慈悲道场参法，今当第二卷功过周龙，中等虔诚心深可仰，诸禅如禅成禅红明，说即恭迎转身回向，真如界内不归两足之尊，化赞海中悲智而言之主，十方菩萨是过声闻，护法诸天明扬贤者，应等慈悲不解饶意，
常为佛发栋梁，不离十方寒士，清心为国，勤空为主，养老尊重，求刚刚那一卷文哈、啊，文字特别长哦，哦啊，鬼干哦，这个、跪着，我就在想，哎，我如果年轻20岁的话哦，我一定不会跪得这么辛苦，啊，但是哦，我现在不跪哦，如果我在10年之后再跪的话，那我就想，哎呦，我要是10年前就开始跪的话，我应该不会那么累，对不对？所以啊，永远不要再去看过去，你要去看未来，你现在不修，未来更难修。懂我的意思吗？啊，所以大家其实是很幸运的，不管你现在几岁，哪怕你只有10几岁，哪怕你已经70、80岁了，都没关系啊。这个不怕你不开悟啦，就怕你不肯动啊，啊，就怕你不肯动。如果我们愿意啊，把心交给佛陀，把心交给法界，把我们的心交给法界，有时候啊，凭着我们自己的脑袋啊，在修行啊，很辛苦啊。凭着我们自己脑袋在生活当中很辛苦啦，既然要这么辛苦的话，那为什么不把我们的修行或者是把我们的方向交给我们的心？我们的心代表什么？我们的心是代表我们那颗真心呐、啊，就跟真如法界相通的那颗真心。我们的心其实都跟法界连在一起，就好像你内在有一个真正的我一样啊。现在是一个脑袋的我在驱使你去做动作，在驱使你去生活，驱使你去修行啊。不修行不行的，这是你的脑袋说的。但是我们的真正的内心，它其实就跟真如法界它是通在一起的，它是连通在一起的。只要我们愿意把心跟你连接，把你跟你的心做连接，连接好了，那么相对来说，等于是你跟整个宇宙、跟整个法界做连接，跟佛做连接，跟菩萨做连接，让他去领着我们修行啊，不用用脑筋哦，特别是在道场里面哦，勾心斗角啦，
一下子要争这个，一下子要争那个啊，捷运品人家有我没有，就开始为什么他没有想到我？我也曾经常常遇到这种哦，有时候地址啊，我给了他，忘了给他，不是不给哦，忘了给他，吼，气死了，负气出走，出走，我想说奇怪，怎么最近都没有来啊？然后给他打电话关心一下啊，师傅你没有打电话给我的啦，你上次那个念珠你没有给我，告诉我很不爽啦。我说那你来啦，你来了，我给你两串啦，不用啦，你给我十串也没有用啦。我说好吧，那等你想清楚你再来找我，你只要来找我，我一定会给你，但是你不来找我，你永远就拿不到，气到现在还没跟我和好呢。哎，我想啊，不要紧啦，一切都是因缘，我们能够做的我们就尽量去做，有些时候是这样子，你没有办法面面俱到，但是呢，如果你多了一颗叫做体谅的心，为什么？其实我们要人家去做体谅，相对来说他背后还有一个，我们讲说他还有一个内心还有一个情结啊，情结是什么？就是跟人家竞争的情结，他有我没有，我就好受伤啊。如果你会觉得你受伤，不是师父让你受伤，是你自己让你自己受伤，你懂吗？他有你没有，你不会跑来找师父，师父为什么他有我没有？哦，好，师父就给你了，不就解决了吗？你就憋着，师父都不看到我，师父都没有看到我，我就是这么渺小，师父就把我忽略掉了。好，然后于是自己内心里面在那里发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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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后来怎么样？你们有没有做过酵素啊？那个酵素装在瓶子里面哦。那个这阵子不是很流行做酵素吗？把那个剩下的果皮啊，什么东西装在保特瓶里面，然后它开始发酵，是不是每天要排气？有没有？如果你忘了排气，那一天我有一个弟子啊，他说他做了酵素，结果回家之后他忘记了，应该要每天排气，他忘记排气了，回家之后酵素桶整个爆炸，哦，炸得一塌糊涂，哦，一下烧坏头，他烧到要死了呢。我就跟他讲嘛，如果我们的内心也是一样，你让他在那里发酵，你不适度的去释放他的压力，那么你总有一天会爆炸。其实你可以决定你要不要去释放这个压力，要不要决定，你可以决定要不要释放这个压力。生命当中的压力，我们每个人都会有，每个人都会有，这是你是躲不掉了。但是一个懂得生活的人，他就很适当的知道压力进来了，我就好像是一个管子一样，两头都是空的，压力从左边进来就让它从右边出去，这样子我都没有什么感觉，如如不动啊。但是你如果一头堵死了，这边还要接受压力，这边还不肯放出去，哦，那你就像什么，像貔貅啊，听过吗？只吃不拉，冲到尾你的肚子会越来越大，哦，像我一样哦。OK， 好，那么我们休息25分钟好了哈，现在2:55啊，那我们就休息到3:20啊，原则上今天应该在5:30之前就可以结束啊，如果我们念得快一点的话，也许5:00左右我们就可以结束了啊，就早一点把今天的功德把它修好了，那早一点让大家回家去，要不然的话你们如果在这边拜太晚的话，我们还要帮你们张罗晚餐哦。哦，那这样子我们就很不划算了。OK， 好，那么我们就休息25分钟。阿弥陀佛。